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欢迎收看《飆股急先鋒》，我是主持人张怀慈。昨天美国科技股走高，今天台股呢也是由台积电等全指股领军带动大盘强涨，盘中一度是上涨超过200点，而中场呢是上涨了193点，站上了16700点的大关，而且指数也创下了一年以来的新高。下周还能这样持续的强势吗？替你请教专家。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林中祥，中祥老师。各位同学，周末愉快。再来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严志恒，志恒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好，中祥老师就请教你，今天台股大涨，不过 AI 概念股有一些股价是看回不回，但有一些呢他们是稍微休息整理了，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介入的好时机呢？好，首先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大涨，大涨了多少？最高涨200多点，但是很多同学都会问啊，老师为什么有的股票开高走低，有的股票为什么开平走高，有的股票为什么又拉到涨停板又杀下来，非常剧烈啊！我在这里我详细的告诉你，你听清楚了，下个礼拜你就会做了。好，在听清楚以前，你一定要了解主力筹码的变化。来看一下，加赖分享飆股的攻击模式，非常感谢各位同学在这里踊跃的加入，然后我在这里有教你一些东西，我相信你应该学得会了啊，怎么用看周线，怎么看月线，怎么看产业，怎么去判断它会涨，怎么判断它在这里会休息，你只要加LINE就对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，今天大盘在这里是不是上涨？大涨200多点，来看一下大盘，大盘有没有创新高？有啊，对不对？去年我就跟同学讲，这里18000点跌到12682，开始要涨了，这里叫初升段，然后休息一下，今年新春开红盘，直接跳上来之后就没有跌破这边低点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终于来到了所谓的五月份。突然急涨，因为二月、三月、四月都在休息嘛，二、三、四月都在休息嘛，五月是不是急涨？啊，六月份呢？六月份昨天大盘小跌，但是很多个股还是涨啊。昨天在涨什么？昨天所有的 IP 股、IC 设计、矽制材的 AI 的概念股都在涨啊，对不对？昨天大盘跌哦。前天大盘跌哦，艾普前天涨8块，昨天涨8.5块，今天开高就下来。那很多同学就问老师，这个这样子，美国那个 NVIDIA 辉达昨天涨5%，艾普今天应该在涨停板了，为什么不会？一定要告诉你呀，不告诉你你也不懂。老师，那为什么有的股票会涨停？老师，有的股票涨停就杀下来了呢？伟创杀得很深哦，从涨停杀到这样快平盘哦。其实今天杀很深的有一只股票，老师就是要专业啊，就是要教你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台积电今天是不是涨了？台积电，我们一档一档看啊。台积电今天是不是涨了？对不对？我有跟同学讲，500块以下台积电是买点，我讲得很清楚啊。我讲500块以下台积电是买点嘛，对不对？台积电是买点嘛，啊，500块这里也上来了，但是哈，台积电哈，原则上哈，靠近570到600之间，你还是应该要站在卖方了。如果500块没有买到，你也不要急。那如果你买到是520、530，你也不要急啊，急拉的时候再出。台积电今天涨很多，好。那今天为什么 IP 股所谓的矽制材的股票会杀？今天最最最重要的消息是什么？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，各位那你就训掉了。为什么？今天创意除夕，来，我昨天在这里有没有跟同学讲啊？创意除夕要休息一下。
你看到没有？创意除夕要休息一下，事先要休息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股价创下历史新高，他一定会休息。NVIDIA 大涨，他也会休息，因为他创新高啦。啊，总不能只涨创意，只涨四星 KY 吧？他今天跌下来才好嘞，因为跌下来在这里，下个礼拜你才有机会做啊。我们看一下今天啊、哦，来看一下今天，今天看一下创意，哦，很精彩哦。今天所有的新闻台都在讲，创意是不是除夕14块很多吧？今天开盘秒填息，哦，投资朋友好兴奋啊！啊，秒填息耶！我赶快去买啊！错了，今天你去买创意。如果你今天开盘价买到收盘价，你大概赔了8%。很多同学都在问老师为什么？那我问你为什么？今天除夕第一天不能融券，不能融券的意思就是你不能先卖后买，对不对？他如果今天可以融券的话，搞不好就不会跌那么深。那所有散户站在新闻台57台、58台盘中就一直讲啊，创意秒填息，冲动的你会不会去买？我跟你保证，100%会买。你记得吗？小白违约交割就是长荣拉到179.5那一天嘛，快涨停啦、啊，去买涨停，我冲掉我就赚钱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创意是不是？开盘就去买，看一下，你是不是开盘就去买？因为你开盘买嘛，那你又想现股当冲嘛？它在哪里？它在10点就跌破平盘了嘞。好，它跌破平盘会造成什么现象？造成四星，也是创历史新高的股票，是不是也跌破平盘？哎，大盘涨200点嘞，四星也是创下历史新高。最高1750块，1750嘛，老师有教你嘛，尾数不是2就是5就是8嘛，5嘛，对吧？1750就过不了啊。但是你注意到四星是不是有下影线？哎，老师真的呢，它有下影线呢，所以它筹码比较安定啊。那为什么创意没有下影线？创意真的没有下影线啊，收在最低啊。因为你今天买的人，不管你买在这里、买在这里、买在这里，甚至买在这里抢短的人，你都尾盘都想冲掉嘛？那你一定是冲在最低嘛？四星有下影线，代表筹码比较安定，所以今天法人不会卖很多。来，再继续看下去，爱普开高啊，到没有跌破平盘嘞，到12点还没有拉哎，一看创意跌停了，一看四星跌的4%了，挡得住吗？挡不住啊！手上有的就会慌啊，就会急啊！啊，万一跌停板卖不掉怎么办？你就一路卖，越卖越低啊！好，终于卖到最低啦！啊，该卖的都卖光啦，马上下影线拉上来，看到没有？下影线那么长，而且他今天没有爆量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他今天有没有爆量？今天的最低点很好玩。今天的收盘价也很好玩，对不对？记得吗？他礼拜四的时候是大涨，他今天的低点刚好碰到礼拜四的低点，不是礼拜三的低点。今天的收盘价在昨天的低点之上。好，来看一下量，礼拜三爆了一个20000张的量，昨天量缩嘛，上涨。这一天涨8块嘛，啊，昨天涨8.5块嘛，今天一天跌了12块，等于怕你去追高的你就完了嘛。好，重点是今天没有什么量，对不对？有下影线，那再来礼拜一就很重要了，啊、哦，礼拜一就很重要了，会不会走自己的路？各位，赶快啊，赶快 啊，加入这个 Telegram 啊！
啊，加入 LINE 啊，你就知道了啦。你看一下昨天多好玩，昨天的艾普，昨天的艾普对不对？六月一号，昨天的艾普是不是涨？大盘重挫，它不是涨了八块半？好，昨天的艾普你看一下多好玩，涨八块半嘛。外资昨天卖了1000张嘛，但是你好笑的是怎样？美商高盛啊，卖在343啦，收盘是不是348.5？跌不下去了，他346，他又把它买回来，对不对？美林啊，卖300多张，卖343，哎，都卖得掉，量很大啊，好进好出啊，都卖得掉，但是卖不下去，他又追回来，所以他收在最高。那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就要注意筹码哦。今天杀下来，尾盘是谁买的？赶快加入 LINE 啦，不然你手上有股票，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啦。加入 LINE， 我告诉你，那礼拜一会不会开始涨？对不对？很重要。今天是受到创意一杀，四星跟着杀，四星一杀，你看 M31 创新高也在跟着杀。哎 ，M31 各位600多块，告诉你的，今天最高来到890几块，创历史新高啊！它也是创历史新高，它也是创历史新高。他现在因为5分钟交易一盘了、所以我的同学大概都卖光，只有一两个他留一些。他因为他买600多块，600多块说实在不卖也没关系。他说：“老师，你认为他会不会到千金俱乐部？”我说：“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因为600多块嘛，买了10张嘛，啊，850块以上全部就卖掉9张，剩下1张，他那一张要来赌赌看会不会变成。”四星第二，创意第二，一张不卖也没关系啊，对，试试看嘛。各位真的很好笑哈，很好笑哈。重点是这样子，好，那你注意到、今天 IP 股，你看一下、今天创意大概震荡幅度9%，对不对？今天艾普大概7%，今天四星大概也将近7%。今天震荡幅度比较小的，大概 M31 因为5分钟交易盘，震荡幅度5%。今天跌很少的这一档股票你要注意了，金星科，外资一直买，它收盘也不高，跌不到2%，大概1%多，因为它也开高，它也开高。好，它要举办法说了，今天就要举办了，未来3天都要举办了。它是唯一 IP 股里面还没有涨到的，它以前。它的股价以前500多块的时候 ，M31 也是500多块，现在 M31 已经到了快900了。他法说完，因为金星科第一季是赔钱的，那就看法说啊，它第二季会不会变好啊？那变好的话，它会不会跟 M31 去做比价？所以我们讲股票都有逻辑，都有道理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不是在这里告诉你各位？我还告诉你什么？我还告诉你这个华新科，我说都没有涨到，很可怜啊，今天是不是大涨？快创新高了，是不是大涨？说实在，华新科一直都没有涨到，未来的被动元件会不会飙出去？你注意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同学想要做被动元件，来找我啊！现在没有老师讲被动元件了、我告诉你，将来涨上来，每个老师都会讲。啊，我也知道你有很多被动元件啊，你在这里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做啊，加赖，好不好？好，下半场回来，我有更精彩的要告诉各位同学，赶快加赖就对了，交还给主持人。好，谢谢钟翔老师的建议哦。台股强涨，很多个股都已经创下了新高，但是有没有个股其实它还涨得不多，而且很有潜力呢？广告回来之后告诉你。
迎回到飆股急先鋒。台股周线已经连三红了，而且这三周以来呢，上涨已经超过1200点了。未来的指数空间到底还能有多大呢？钟翔老师就想请教你，现阶段操作难度应该越来越高了，是不是选对股比大盘涨不涨更重要呢？啊，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的好。很多周线很长红的，啊，或是在这里创下历史新高的，有一些股票。它不见得会大跌，但是它高档会震荡的很厉害。举例来说好了，哦，你认为创意今天这样杀法，然后它礼拜一会跌停板吗？不可能，我直接明讲。那老师今天为什么这样杀？因为它创下波段新高，还含息还填完了，对不对？它会在高档区间。那你认为四星，它外资看到1900？你认为1600、1700，它就会直接跌到1000块吗？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它会高档震荡。那因为今天创意的带头，使得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些股票在这里，因为都创新高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要告诉各位同学啊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啊，待会再讲。我们看一下天域做驱动 IC 的，什么叫驱动 IC？做的跟联咏一样嘛，你看一下联咏今天全场都红的，对不对？面板驱动 IC 最坏的状况已经过去了，你看哦，联咏都红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联咏会不会再创新高？有机会。好，联咏都红的，那你看一下天域是鸿海集团的，你注意到哦，它都没动，最后一盘竟然。有大单300多张敲进，而且把它拉到红的。天域要开股东会，他开了，他告诉你，第二季毛利率再创高，他都没有动哦。上一次我跟你各位同学报告过嘛，他过了年限是涨停板，半根涨停再涨停板。好，现在这里底部出来了，公司也表态了。对不对？他站在年线之上，注意到礼拜一会不会强攻？我认为会。那最近来说，这里为什么跌下来？因为他要减资。有一些同学不喜欢减资的股票，你注意到啊，国巨减资之前都没涨，减资之后涨了一倍，对不对？因为减资之前都没涨，对不对？所以注意这样的现象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谈一下啊，刚跟各位提到的爱普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今天6月2号，对不对？各位今天是不是6月2号？放个假，3号、4号、5号，5号是不是要公布营收？天域、联咏会公布，你就注意到它的营收是不是很好？股东会讲的话是不是真的？股价就会开始动，因为都没动嘛。他都没动到，怎么可能他没动？被动元件也都没动到，怎么可能没动？最近动得很厉害的都是 IP 股嘛 ，AI。那同学就会问啊，老师，智元，智元其实不算 AI 哦，智元是做矽制材，它不算 AI 的概念哦。啊 ，AI 真正的概念是四星跟创意，还有做 3D 封装的爱普。好。注意到，我们看一下爱普，啊，那来看一下各位，这个叫初生段，这叫主生段，这叫末生段嘛，对不对？最少有三段嘛，它应该有机会会涨到620，6月20号。为什么6月20号？因为它要除息，啊，那再来看吧，本周是不是大长红？意思是说，你看我的节目，你就礼拜一去买。到礼拜五卖掉，你是不是可以赚20%？老师，我没卖，没卖没关系啊，也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大长红？好，重点是礼拜一它会不会涨？好，来各位看一下，我在这里跟同学报告啊，你注意到，爱普本来的营收如果在4亿5亿的时候，股价就是500块到1000到900块之间了。那因为库存的关系，它就变成从5亿变成2亿，
那公司也表示下半年会很好，从第二季就会好，所以它的营收从2亿到2亿3到2亿8到3亿1，那是4月哦。它如果回到4亿到5亿的高峰期的时候，它就一定飙出去，因为它陌生都还没有走完。很多老师都会讲啊，我今天哪一只股票涨跌，哪一只股票涨，都讲涨的股票，对，跌的股票没有人告诉你。大家很现实嘛，为了做生意嘛。钟翔老师解盘是把道理告诉你，你要怎么赚钱，你是不是要有道理？昨天大盘跌，艾普涨8.5块，前天大盘跌100多点，艾普涨8块。每个老师都说他有艾普，欸，那今天到底有没有老师提到艾普？都没有了呢，跌都不讲了，啊，可以这样子吗？所以好，注意到了啊，他营收要公布了。其实啊，艾普有时候公布他的营收的速度很快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你看啊，在这里二月营收公布，他是3月6号，他大概都在6号，就是放假完回来，6号到10号之间，最慢是10号要公布嘛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库存在这里有讲嘛，对不对？库存去化告一个段落，艾普走出谷底嘛。那既然走出谷底，股票一定是，既然走出谷底的意思就是它一定有一个谷底出来嘛。那如果说谷底出来了，营收又公布又大成长了，那礼拜一就直接跳出去了嘛，因为他已经过这边的高点了嘛。他今天下杀是因为创意的关系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下杀有没有爆大量？没有。如果这一根的大量是20000多张，那就不漂亮，因为上攻的时候是20000多张，拉回来才10000张嘛，对不对？同学，我讲的够不够道理？有没有道理啊？加赖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。啊，今天很恭喜同学，技嘉涨停板，对不对？创新高，因为那是因为公司说 AI 的效应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技嘉是涨停板是打开哦，所以今天买在涨停板的人也蛮累的。啊，今天的伟创也是快涨停板，我们看一下技嘉好不好？看一下技嘉。是不是涨停板打开？今天的3231的伟创涨停板也是下杀，而且爆了一个23万张的量，这种股票啊，就会比价风险大一点啊，拉回来量缩的时候才可以买，对不对？同学，我这样教都很清楚嘛。啊，所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。那如果同学不会做，像这一位同学来参加我们的，我告诉你，已经赚很多了，啊，已经赚很多了，啊，该让你赚的就是要让你赚，股票市场本来就是这样。那如果你还没有赚到，第二季下半年的这个所谓的营收成长的行情，你就不要错过了。那怎么样不错过加赖？加赖你就不会错过了啊！如果真的有任何股票的问题也没关系，打个电话进来，在赖里面你就可以问得很清楚了。你手上任何的股票该怎么做啊？今天大涨200多点，当然有涨停板的，但是跌的股票一定没有人告诉你怎么办。创意今天才去追的怎么办？拉回来会不会涨？会不会再创新高？对不对？所以同学，股票市场千万不要太冲动，该怎么做我们交还给主持人。好，谢谢林钟翔老师。更多的盘势分析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标股急先锋，我们再会。